开始哦。对，好，报告委员会出席委员已除法定人数，现在开会进行报告事项，请宣读。报告事项：一、本院秘书长函为立法院第十届第一会期各委员会召集委员选举时间地点表，业经本院人事处提报本院第十届第一会期第一次会议决定照案通过在案。二、一、本院各委员会组织法第三条之四规定，本会应至召集委员二人。三、宣读本会期本会召集委员选举人名册。立法院第十届第一会期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召集委员选举人名册：一号刘建国，二号杨耀，三号陈莹，四号林淑芬，五号黄秀芳，六号苏巧慧，七号庄敬诚，八号洪生汉，九号邱泰元，十号蒋万安，十一号廖婉汝，十二号徐志荣，十三号吴思怀，十四号张玉美，十五号王婉玉。宣读完毕。好，现在进行选举事项。选举第十届第一次第一会期本会召集委员，依本院各委员会召集委员选举办法第五条规定，本日召集委员之选举以吴继明单计划票选之。那现在做以下宣告：第一，投票截止时间为上午十二时，若本会全体委员提前投票完毕，及早开票；第二，经在场委员互推，洪生汉委员担任发票员，庄敬诚委员担任唱票员，苏巧慧委员担任计票员，廖婉如委员担任监票员，相关作业并由本会工作人员协助。那第三，请监票员检验票轨及封条。那谢谢，现在开始投票，请委员上前领票及投票。洪委员要来发票，哎，
跟委员会报告，本会全体委员均已投票完毕，现在开票，请相关人员就位进行开票作业。廖婉如一票，等一下啊。廖婉如一票。廖婉如一票。刘建国一票。刘建国一票。廖婉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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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票。刘建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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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票。邱泰源一票。邱泰源一票。刘建国一票。刘建国一票。邱泰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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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票。刘建国一票。刘建国一票。邱泰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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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票。好，谢谢。现在报告选举结果，出席委员15人，发出票数15张，未领票数0张，有效票数15张，无效票数0张。那各委员得票数如下。廖婉如委员5票，刘建国委员5票，邱泰源委员5票。依本院各委员会召集委员选举办法第8条规定，各委员会召集委员之选举以票选行之时，以得票数较多数者依次当选，票数相同者抽签定之。那现在请3位票数相同的委员进行抽签，先抽顺序，再抽出召集委员当选人。那抽中有写召为字样者，当选人为召集委员，请议事人员安排抽签事宜。那另外再做宣布哈，抽签后援引第7届第四会期例哈，可以礼让了哈，谢谢。好，来，安排抽签。对对对。邱委员，邱委员，你让你了，没有没有，不是啦，抽完再，先抽顺序啊。没有，他没有来抽啊。不是顺序、啊。孟姐，我孟姐好不？孟姐，好不？他走过来了，走过来。对。对对对。我们得等他，当然。好了。有会了，会，谢谢了，哎，他马上就出现了，哎。顺序顺序，然后再看看走。
等邱委员呢？邱委员，那他是最后一个就好了，还是你们先抽顺序的顺序比较多？就要先抽顺序嘛。对啊。那个人一二抽完就等他来。好。对。现在宣告召集委员，当选名单：刘建文委员、邱泰源委员当选为本会第十届第一会期召集委员。那本日议程已进行完毕，现在散会。我们那个。